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參觀一下法國嘅 Sephora 啦，主要係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究竟法國嘅女仔咁精緻，平時佢哋中意用啲咩化妝品，同埋同香港有啲咩分別啦。咁我哋今日就一齊嚟睇下。可能臨到聖誕，佢哋比較多呢啲 set 都好受歡迎，因為價錢相對平啲。Fenty Beauty 呢個 brand 喺法國都幾受年青嘅女仔歡迎咯，22歲以下咯，佢哋會好中意。同埋法國嘅 Sephora 會有呢啲 collection， 有 booster 賣。仲見到有人即刻喺度做 facial， 同香港係有啲唔同。不過 Guerlain這個牌子在德國買便宜一點，便宜過法國。這些就是他們自己有的 Sephora 牌子。這個牌子德國人很喜歡，他們會有這些濕片紋賣。這裡跟泰國一樣是有 Kat Von D 的，他們的超出名的撞車都不甩色的眼線筆。Pat McGrath呢度都有得買。仲有一個 black 啊，香港都冇。香水種類特別多，由門口到收銀一整排都是香水，喜歡香水的朋友仔，法國真是天堂，有機會一定要來看看。那今集到這裡，下集我們再見，拜拜。